2017年已经来到尾声了，无论过去的这段日子是喜是悲，是苦是甜，一切终究将会过去。那距离农历新年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，你是否已经收拾好心情送旧迎新了呢？配合2018年狗年的到来， Astro 中文组的大家庭将为大家带来活出自己快乐无比庆新年主题活动，让大家能够以快乐的心情活出自己，开始崭新的一年。为了迎接2018年戊戌狗年， Astro 连同 MyFM、 Melody FM 和购炫等旗下品牌，昨天在吉隆坡一间购物商场共同打造活出自己快乐无比庆新活动，现场更首次展示这只无比吉祥玩偶。一身橙色太空装扮，或许大家会问说，无比为什么会穿着太空衣呢？其实这跟接下来将会推出的全新贺岁电影有关。没错，暌违两年，本地导演周清源继电影《一路有你》《欧拉波拉》之后，又有新电影要献给观众了。其实里面讲着一个太空的梦想，然后当然里面会有太空狗，就跟我们今年的这个吉祥物比是一致的。当你有一个很伟大的梦想，其实也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讲你，怎么看你。我觉得新的一年就要让自己的梦想真的是大大的。有吉祥玩偶，有贺岁电影，当然也少不了贺岁专辑。和以往一样 ，Astro 中文组全新主播 DJ 将会带来全新的贺岁专辑，活出自己，快乐无比。每一年我觉得我们的贺岁专辑都给一个 slogan， 就是让大家希望在来年呢、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去迎接生活上的一些挑战跟迎接新的一年。今年我们发布的这个活出自己快乐无比，我自己最推荐的就是主题曲，就是同名的这个主题曲。不一样的是今年还有一个为了回馈忠实用户特别办的抽奖活动。什么比送百万更好呢？只要您是符合资格的 Astro 用户，无需报名，也不用拨电抢线，就有机会在2018年1月8日至2月2日期间接到惊喜来电，赢取百万好礼，让您在新的一年快乐无比。